民处、里民服务处，来，里民服务来哦，来哦，个保证健保卡来一下哦，对啊。来哦，我给他有水果，你问。有利食品，哎，食品本人吗？哦，对 对, 對，他本人，不是他自己本人。我两种水果，你要的习惯哦。来来，再讲一次，这么厚颜无耻，这不会剪进去吗？我在说可以考虑，我说最水的姑娘在这里。还有考试，然后说你可以可以看一下我们怎么考试的这样。是录影中是不是？真的很会打招呼，会。他真的假的？他是昨日大明星，先不要，先不要。大明星，真的干啥？我还没，我还没有那个。这是什么？羊雕，羊雕，雕尾的，把它咬，羊雕。哇，我在危险体质。看起来这什么？我绕一圈看看。还要考试啊？我现在很像管理员北北，管理员北北在吹冷气的样子。先放我的习惯一下。好，外面就没有内门。怎么？我们这边是阿财，看一下，体力往前吗？体力是第一节。内门在后面。要考试的用吗？要考试哦。好，开始哦。天气到的考核日，琪琪，我们今天有请汪亮亮为大家进行天气到学，跟众师兄姐今日为大家做考核鉴定以及监考。我是今天为大家进行考核的老师，我是谢元图。祝大家考试顺利，请就坐。开始运行道场考试。开始运行道的。感谢娘娘。感谢娘娘。为弟子。为弟子。敬神圣。敬年圣。拜。好，放。好，开始。好，那坐下。那我好，我感觉我用手好用，让我们的手开始，我要在上，我要在上。
琪琪，来今天天庭道学考试，把所有人数皆过关。那我们谢过牛娘娘为弟子们行修行之考核，谢过牛娘娘，谢。来，谢过众师兄姐以及学长姐为大家进行今日的监考，谢。好，来跟着我一起喊今日的考核，大家过关了哦，一起喊一声圆满的圆满。好，恭喜，谢谢大家。去乳胶那边，可以的，可以的。来三，再次哦，三，这样好累哦，是我按到是不是？他自己一直按，怎么回事？有人帮你按，他是有点惊悚。对啊，可以按的。你是按点开，没有，是按到是卡小不小的，对。那就很恐怖哎，他自己一直拍，他停不下来哎，没关系啦，我再拍一个先冲就好。好，可是我不会 hashtag 大家，所以我需要一个工具人来 hashtag 一下。特，哎，那你。特来，3、2、1。对，好的，谢谢。来讲述一下考试的心得。开心过关的，开心过关，但是你迟到，我有超心机。老师变现代型男的吗？哦，你就脱下来就变这样吗？很热。跟你讲，我就做了，我现在是5:35。从几点开始做的？我从1:00做到5:35，我一动也不能动，因为身上有绳。那你要看，让大家给看一下你的牙。看我奶头啊，没有啦。我买它。啊，你们要问神了，快点拍它吧。好吧，好吧。天晴的考试得到体验，要再做一次连接的练习，所以请您下来。那想要询问太乙真人是否能够给予丙一些提点？人工机制。还可以，刚刚考完试通过了，就没太害怕。嗯，好的。这边米豆有问题想要询问太乙真人，米豆你就说太乙真人在上，太乙真人在上，弟子，然后说你的本名，有问题想要询问太乙真人，好，请问太乙真人是否能够给予弟子提点？Thank you.
到。天庭道学考试今天算报个段落了，8月28日的晚间五，现在看到五五哎，五五在这里啊，刚消失，没了，真的没了，结束了。对，每次我要看的。今天的考核人数22人，全数通关。哦，真的觉得不够呛。以后看可不可以集体考试啊？全部先问那个有没有收箱，没收箱的自己去清一轮，我再开始考核算了。我觉得可以。对呀、啊。我就是问有没有收箱，然后收箱完了以后集体清会信，然后去跑回去。我其实问神讯，今年年底会增加到50位的天行学院，我想说是贼对，然后考两天，可能以后会分两天考啦。食品一天，迟到八天，然后外门一天，内门一天，这样考成了这样子的。好啦，如果有兴趣加入我们天行道学，一起来为生命道路，还有找回自己热情，一起来修行的话，欢迎跟我们联系哦。下次影片见，拜拜。后面都有自己的，一定要 Q 一下。好，谢谢。